台湾棒球员做公益不落人后，包括旅美好手王建民、义大队长胡金龙、中信兄弟象的王胜伟等多位球星，周一来到高雄大冈山高尔夫球场，为即将在本月25日登场的早场儿高尔夫球慈善赛暖场助阵。 其中，王建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1年出席早产儿慈善活动，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吸引社会大众共同关注早产儿议题。因为在美国那边，就也很多呢球员会用办一些活动啊，像高尔夫球这一类的。老帮学长他也是为了早产儿帮忙很多嘛，然后就希望能募集更多的款项，能帮助早产儿。主办单位也延续去年以慈善赛的方式进行募款。 届时将会有18名职棒球星出席，球迷除了可以为早产而尽一份心力之外，更能和偶像一同挥杆，近距离互动。我们棒球选手跟高尔夫球的结合，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。我希望说借由这一次的机会，能够帮助到早产，因为早产的这一块，我们是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，然后以球星的一个集合力量来募更多款项。至于棒球员握起球杆会有什么样的惊人表现呢？ 没有，我们在99杆救自动会没有，哪怕是98栋，就先离开球场。所以，你问我几杆，我都说99杆，不然不要问我们几栋就好了。<笑>最重要还是啊，12月25号记得要来为早产儿一起呼吁这个活动，谢谢。早产儿慈善赛将在12月25号举行，欢迎球迷共襄盛举，在圣诞节这个充满爱与祝福的日子，一同散播爱心做公益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